我说刚刚列车长，那一拜新年是2月19号。对，方二方的20:36，手牌就是。18次要收零89号，看看二里的泰哥这样子没什么。1009杨天佑100泰哥这样。17374，新龙发车将平阳新线上八堵的超客车，然后一直来讲，拜拜。那大家就会在瑞芳站。47374，新龙发车将平阳八堵超客车。那刚刚就是要接嘛呗，我还等他，再等2分钟。大家就准备看。你好，请问这位先生，请等等。啊，才来没多久。很努力啊。啊，来没多久，这么说。啊，过几天再上问。哎，啊，我在医院2800回去了。是啊。啊。今天早上吗？傻眼，他竟然回去了，他没通知我。今天早上怎么可以这样？他会再回来吗？当然不会啦。当然会啊，他就是巡鬼车的任务吧。没有，他是来给长官看的。不是来度假的吗？每次都喜欢放那边度假。对，后来长官也来。对啊，敢陪。等一下，一样用的办法，派人出来过来听。拜拜，好，4734。行吧，再叫平行杠，嗯，八折才可走。哎。嘉兴哦，嘉兴上午，嘉兴三站，上学期 RC 人的超客车。瑞芳瑞芳站是有这个晚上见，拜拜。我的4734青龙发车就用平夜杠八朵的超客车在瑞芳站是有，感谢大家见，拜拜。